去年高调宣布出柜的香港歌星黄耀明，虽然已公开性取向，但对年龄相距17岁、从事文化工作的同性密友吴海刚一直保护有加。日前即将在广州开演唱会的黄耀明，晚间与密友吴海刚到中环一间健身中心健身练气。到凌晨12点时，练到一身汗的黄耀明换衣服后与密友离开健身中心，沿途见他不时回头跟密友聊天。步行15分钟路程后，返回黄耀明位于甘德道的寓所疑似同居。早前大胆出柜向公众坦诚同性恋者身份的黄耀明、何韵诗，连日来向香港政府积极争取不同性倾向的平等权利，不仅成立了大爱同盟组织，今年年初更在微博上发起一人一乡称同志反歧视行动，呼吁网友，只要你相信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拥有同样的权利，认同世界需要更多包容，就请响应我们的活动。众多明星以及网友上传照片对他们表示支持。如今距离宣布出柜已有一年的时间，黄耀明也爱得愈发坦荡荡了。乐视娱乐北京报道。